好似啦，唔可以超過嗰條線啦。你放咗手之後，一定唔可以再掂佢啦。佢要全個身體過曬嗰個線先為之贏嘅。中間你可，如果你決定佢跑翻轉頭，你決定咧可以決定咧補翻佢喺起點嗰度再跑過嘅。好，我講一二三開始就開始噶啦。預備，一、二，好，偷步，大隻仔，你偷步，你偷步。嘥曬啲力啊！大隻仔嚟，其實你想讓賽係咪咧？跑多幾輪咁啊！預備，一、二、三，開始！大隻仔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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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但係你過一半個身啦，繼續，繼續，好啊！大隻仔，好啊！